竟嚟自日本嘅 Takara Sander 會有啲咩秘密，令到咁多人都會買翻屋企安裝嘅咧？今日就等我哋研究下先。原來 Takara Sander 嘅髮廊係用玻璃同鋼用850度嘅高温燒鑄而成嘅，所以咁耐熱，難怪咁多人都會喺廚房度用啦。仲要防潮、防霉、防刮花，相比平時嘅瓷磚同不鏽鋼板，乾淨易打理好多。咁咪啱曬香港嘅天氣咯。髮廊壁板就算用油性筆留言或者畫畫，都隨時用水抹得走，連污跡都可以一抹就冇。呢度仲寫住話，因為櫥櫃同壁板用咗髮廊，就可以用瓷砌配件自由分配空間，無論廚房、客廳同玄關都裝得，真係又方便又靚啊！Takara Sander，你屋企裝修嘅首選物料。